今天要哥介绍我们最新出来的这一款斑竹刃，这个双尾的40-60，两只尾都是碳纤维的实心尾。软尾的部分呢，它主要针对比较叼嘴性的鱼种，像是乌格、斑头这一类的。它所采用的配置轮座是采用 DPS SDGM 的，那导环的部分采用富士 LR， 单尾的部分这个粗尾是采用 LC 双脚的。另外粗尾的部分主要用法是以浮标、跳线为主，那所针对的鱼种大概是龙虎、小型龙胆跟金目鲈。这把50其实它也是采用双尾配置，细的杆尾是采用龙凤尾设计，然后粗的是采用空心尾。这一把空心尾它的适用范围大概30斤以下的龙胆石斑，那细尾的部分它的广泛度就会比较广，从一般乌格、斑头一直到金目鲈，10-20斤以内的鱼种都很适用。现在要请测试员测试的这一款是斑竹刃50-70双尾的300，那现在目前测试的是采用粗尾70号的哦。接下来要请测试员测试的这一支是我们40-60/300的双尾系列，主要针对中小型的鱼种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越级打怪，试看看这一支超过50斤的龙胆能不能起得起来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哦。刚才所测试班主任40-60这一把双尾杆60斤的没有问题，那紧接着请测试员把卷线器完全锁死的状态，看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感谢今天测试员热情点出。以上是我们班主任产品的调性介绍，相关问题的钓友们欢迎在以下留言，谢谢。